哎呦，世间哪有这款憨大呆啦？啊，一寡钱都要去互因某骗了，啊，做翁的阁唔知。世间哪有这个憨甲卖春车，咧憨甲卖白金？阿母，啊，你去嘛，你等下。来啊。我有带一个人起来啦。啥？带人起来，要去入来啊。 阿妹，嗯，哎呦，哎，都无看，李总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这坐，原来都坐，多谢。还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安尼？你逐天日理万机，啊，过来甲阮看好，我是感觉足感动的啦。不客气啊，是妹子啦，伊讲想要倒来行行，我想讲哦，做伙来拜访一下，歹势哦。 甲恁交了，袂当来哦，我也是特别欢喜哦。对啦，啊，想讲顶几工啊，听美金在讲，恁两个要要重新开始哦。哎呦，我真的我足烦恼的呢。假使讲恁两个若是重新开始哦，会去消磨着感情，会去消磨着感觉，我感觉安尼真正糊涂。阿母，进前毋是都讲过，莫管我感情的代志。 而且吼，我即马甲思源感情足稳定的，免你操烦啦。对啊，会分啊，你着为恁两个人吼，迄厝的发展咱就好啊啦。知啦，知啦，啊你加讲话哦，讲几若百摆啊，我听啊耳根要结烂啊啦。嗯，讲几若百摆，你也是共款啊，你到底是讲袂听，还是健忘症啊？哎呦，拜托，我这是咧关心你呢，什么咧健忘症？哎，啊，若讲到健忘症哦。 恁老爸最近哦，常常袂记咧，当袂记咧，使，而且哦，这镜头愈来愈严重呢。哟，哎，对啦，你会记无？顶摆你甲美玲来厝的时阵啊，你有看伊手摕一包粪扫无？嗯，迄就是伊家己用毋知影哪袂记，甲迄包粪扫摕碗拄仔内底呢。这人老着安尼啦，这难免的代志。你莫遐大惊小怪好无？啊，毋过阿伯啊，你拄仔讲的迄个情形，敢有可能是失智症啊？嗯？ 歹势，迄想哦，即几工哦，我有看到一本杂志，迄内底有讲着失智症。伊讲吼，失智症初期的镜头，就参像你做过的代志，啊，搁有你讲过的话，你拢会袂记起啊。这听起来，有像拄则讲的状况。嗯，哎呦，真哪有可能啦、啊？啊，阮们娘搁只少年着，伊也毋是像阮阿母安尼七老八拄啊，哪有可能去得着即款镜头啊？啊，毋过啊，毋，迄杂志内底嘛有讲吼。 迄着失智症的人的岁数是愈来愈下降啊，所以阿伯，你要注意哦。袂啦，安那是安尼，后摆阮文勇若是发作起来，啊失智症人也计伊都袂记我是啥物人哦，安尼后摆我若食了，我呾孤孤单单一个人，我呢真可怜啊，文勇啊，文勇，你好啊啦，你靠啥？我人要坐伫遮呢。 迄李总的意思是讲哦，迄无伫头脑筋的人，迄头壳久无用，迄就会退化。我是自细汉，我就爱读册，我逐工拢伫想代志。你看到即马啦，我逐工拢伫安尼看报纸、看杂志，我要哪有可能失智症啊？是啦，阿伯，我是讲互你参考啦。我毋是讲哦，你一定会着这个病啊。我希望你莫肯定心肝来啊。没啦，没啦。啊，哎呦！ 阿母，我未去嘛，你是咧哀啥货啦？无啦，我是想到讲拄只思源有买破手，买互恁，结果我肯伫车顶啊。嗯，唉，我嘛未记起啊。<笑>我看，着失智症的是咱两个啦。三十六周年，阿姐，即马变成是飞燕老人福利基金会的筹备处哦。 啊，夏总，无啦，我是这个嘛，这筹备处。妈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咱合作公司汪德台湾的负责人夏总。夏总，这位是飞燕公司，也个飞燕基金会未来负责人周安琪。你好，久仰大名，我是 Rose。夏总，你好，夏志成，恭喜你过了界，多谢你对自己的照顾呢。来，夏姐，无啦。 志成嘛，就有才调啊，会当甲伊成为生意伙伴，我很荣幸。夏总，你是不是等来台湾真侪工啊？那拢无甲我联络啊？
我妈本来讲哦，想要请你吃顿饭嘞。你知影我回来哦，我阁想要予你一个 surprise 嘞。嗯，你唔是有去找美玲洗头，伊有甲我讲啊。啊对啊，而且伊甲我讲吼，你要结婚啊，是毋是啊？恭喜啊嘞！你知影我要结婚啊？嗯。啊无，咱去顿饭，我着当作是甲你庆祝。对啊，谢总，恭喜你找到对象嘞。多谢恁啊。不过这嘛无啥物好恭喜的，只不过是有一张登机门票。有结婚无结婚，其实无差。嗯，不管安怎讲吼，拢是一件值得庆祝、值得欢喜的代志。嘛对啦，穿新娘衫，配上一个啊新娘的打扮，嘛袂歹。哎，到时你来我的婚礼，莫耍着我哦。不过你放心啦，我袂甲美玲告状。夏总，你妈安尼啦，安尼别人要搁误会啊啦。对啊，你的婚期敢定啊？假使讲摊开的代志，你若是无用袂过来，阮飞燕才会当加牌联手啊，才袂去耽误着。唔免遮尼麻烦啦，我袂予结婚这件代志去影响着我的工课。结婚了后，我会继续负责台湾网台的部分，这点啊是完全无啥物问题。我知影，结婚甲摊开，你搁应付会过来。要唔过到时阵哦，你若是生囡仔，恐惊就无遮轻松啊哦。哎，你是烦恼你家己吧。